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，这其实是一个科学的过程。人人都能上镜头没问题，但是不是人人都能做演员，所以要选出来这个人，他的先天性的有这样的一个素质。在年轻人当中，我通常是海选，我们有我们自己一套海选的方法，也很低调的进行不断的海选，海选完了以后选出来，比如说10个人或者20个人，集中进行培训，反复的测试，我们都有自己一套这样的方式，最后觉着是这个人，应该就是他。那么除了这些科学的这一套筛选这个方式之外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还要相信我自己的某种眼光，我这个眼光就叫我自己叫大荧幕，大荧幕的脸是不是一张大荧幕的脸。幸好我过去是做摄影师，我有这一方面有点经验，所以通常我都是我用我自己的摄影机或者摄像机反复去拍这个孩子，反复去拍这个人，我用我的标准来判断他是不是一张大荧幕的脸。所以我有时候就相信自己的这个质感。大概你要说唯一的秘诀大概就是这个。